呢只韦达马房，睇下可唔可以帮佢就整多 win 啊？韦达嘅彩虹之光正话就跑得有少失望啦。俾只劲驹赢咗，我呢场跑千二啊，又系啊，跑千二短途，哇，好多只马赢过啊，真系赢咗就唔好赌啊，呢场真系一号赢过，二号赢过，四号、五号又赢过，七号赢过，九号、十号赢过，另外又入过 Q 咧。三号又入过 Q 啦，咁即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一只马有八只，都系赢得唔错噶。哇，今晚真系好均势噶，啲报名马。金鹰翱翔就一个 win 三个 pay 四个落地，就上仗就跑第五嘅。田泰安跑第，而家换咗薛恩骑。武士精神就上仗就跑得普普通通，跑第七，六点八倍，咁而家五倍，而家五倍，咁呢只马咧赛绩就真系唔错噶，两 win 一 Q 一 pay 一次落地，即系四次上命一次落地，跑五次嚟讲有80% 有位置收嘅，咁试闸就后追，咁但系佢经常都漏闸嘅呢一轮啦，唔知点啦，唔知今日漏唔漏，今日如果唔漏嘅话会跑得几好噶，我估。嗱，运利多就点咧？运利多就未赢过，但系跑过一次一次入 Q， 零次落地，只马又系从未落地嘅呢个路程啊！上仗周俊乐十一倍跑第二，咁而家成为咗大热门，三倍三点三倍都系合理噶，即系上一次跑得咁好系咪？即系如果佢今次排个靓档二号档咁样跑好啲，咁即系 win 到出嚟都唔出奇。四号就梗系好啦，系咪股票传奇传奇啊？赢过四次嘅路程，系全组马赢得最多嘅，四次 win 一次 pay 两次落地，咁即系跑七次有五次有有五次有位置收嘅，咁啊上仗有莫雷拉赢咗出嚟，咁而家。俾潘顿啦，俾潘顿骑啦，就人和嘉盛，人和嘉盛就系田泰安骑呢只马，两 win 一 Q 四 pay 就七个落地，准程度就冇呢个武士精神同股票传奇咁好，咁但系上仗咧就系巴道跑八点九倍就跑第六嘅，而家转咗俾。田泰安其实田泰安正话其实彩虹之光就即好似唔知点咁样啊。开心威龙呢只马就跑过一次一次第四零次落地，咁即系上仗史卓峰跑，咁而家史卓峰又系跑翻呢、這个，不过赔咗十抽到个十一档，咁所以六号仔而家十零倍都有个六格喺度，只只都系有啲。强项有啲弱点喺度啊！七号平海欢声就上仗跑得好啦，跑第四，上仗就九优复出都跑到第四十七倍，咁而家就何铭年又跑翻，咁就七号仔而家变成都有十零倍，七号仔就一个 win 两个 Q， 一次第四五次落地，即系佢嘅纪录，即系佢嘅纪录咧就同呢个人和嘉盛差唔多嘅。街砖三就跑三次就冇一次上名啦，咁就唔睇住啦。嗱，木火同名咧，虽然系四班升上嚟嘅吓，即系上一仗啱啱就跑过第三名嘅呢只马，木火同名啊，梁家俊跑，咁啊而家就120磅就几多倍啊？九号仔有十六倍，九号仔十六倍，呢只冷门嚟嘅呢只，佢三个 win 两个 Q 三个 pay 七次落地，即系八次上名七次落地都唔差噶。鼓浪顺风就上仗何铭年跑第五，而家就一 win 一 Q 三 pay 六次落地。风流人物而家有格仔，咁我揀一只咧，我揀
四号啦，我揀翻，因为赢过四次啊嘛，赢过四次啊，排过一档潘顿啦，我揀呢个股票传奇，要拖拖姆士精神，或者拖木火同名啦吓，嗰啲啦 ，OK。先见到一号马金鹰翱翔，跟住啊街穿三，十号古浪顺风，跟住系开心威龙啦，灰马平海欢声。順利人和嘉誠暫時入了有五隻馬的，好了，人和嘉誠也都沒有大問題了，木火同名，跟住是股票傳奇啦，再來埋去大熱門雲利多，後面風流人物也都未入的，好了，看埋雲利多入閘，剩下兩隻馬，股票传奇、风流人物交俾集前，同埋呢只武士精神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七场赛事三班千二米嘅短途赛大热，暂时显示系三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，街专三万闸啊！前面快嘅马有运利多、金鹰翱翔、武士精神三只马快啊，守住内栏第四就股票传奇啦，外边位置平海欢声啦，中间大约第六位咧就木火同名啊，再下一层啊嘛，外边开心威龙啦，尾四内栏红三就人和嘉诚啊，后边三只风流人物啦，橙帽嗰只就古浪顺风啦，暂时殿后系街专三嚟噶。好啦，跑咗一段啦，武士精神咧走中档系要带啊，咁啊支嚟咗一个身位啦，运利多就第二位啊，第三位嘅马仲金鹰翱翔啦。平海欢声第四，第五位红衫白帽股票传奇出面开心威龙啊，后面嗰五只啦，人和嘉诚红衫嘅，紫色衫木火同名啊，咁啊再后面嗰三匹马啦，古浪顺风橙帽啦，尾尔街专三拍住咧，中间咧就系嗰只风流人物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，武士精神带嚟一个新位入嚟嘅，第二位就云尼多，第三位金鹰翱翔啊，涉入边追仲有股票传奇，等入边嘅马咧仲有人和嘉诚啊，外边追跟上嚟仲有平海欢声木火同名嗰啲马，最后百零米啦，咁啊埋边武士精神乏力啊，云尼多上紧嚟，跟住云尼多后边嘅股票传奇啊，再下一层马仲系人和嘉诚，最后五十米三边有望啦，周俊乐云尼多赢啊，跑第二名股票传奇，第三名人和嘉诚，股票传奇跑第二啊，果然就云尼多就好嘢啊，赢埋呢个骑师王添啊，叻仔啊，真系四三三四啊！三号运利多周俊乐升完格赢到 win 啊，今日都大丰收啊，跑第二名咧四号啦呢张，三四五九，咁啊第四见到九个木火同名梁家俊，而且武士精神咁样跑咪跑得咁快系嘛，你跟得第二位再飞子系咯，你咁样放埋出嚟翻嚟咪停晒啫嘛，今日佢出就又快咁啊，系要带啊，咁啊结果嗰只就冇啦，咁啊。我哋多个周同学赢三 win 啊，伟达都系啊。暂定名次：三号、四号、五号、九号。睇翻赛事重播。三班千二米嘅短途赛大热，暂时显示系三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，街专三万闸啊。都估唔到呢个武士精神今次出到闸啊！咁只赢过四次嘅股票传奇就跑第二啊，睇佢点跑法。武士精神而家喺前边，只运利多就 win 咗嘅呢只三号仔啊，喺第二，即系越嚟越稳健喎呢个周俊乐骑马吓，骑师傅啲马又好，骑外线马又好，即系咁样系。华籍骑师嘅应该系数一数二啊！而家转咗入嚟啦，咁呢个周俊乐就喺第二碟嗰度拍上嚟，好定啊吓，跑条直线，拱两下，打几边，咁就过咗你啦。咁跟住潘顿上嚟，股票传奇。迟咗上啊，上迟咗。赛事嘅预计派彩跑第一名系三号运利多，独赢派34蚊，位置派14蚊。跑第二名系四号嘅股票传奇，位置派17.5。跑第三名系五号嘅人和嘉诚。